叫的中国茶。出手，过得了我这一关，算你捡回一条性命。出这个门口，警探，一点也不错，你们贩卖人口的非法行为已经给我们发现了。我告诉你们好了，你们是逃不出法网的。这回连你自己也保不住了。小姐，没有老板的命令你是不能到这儿来的呀。哎呦，哎哎我希望有一天破了案，我和你两个人一块儿去度一个愉快的假期。好啊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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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